more than ever. But you said it's now or never. And you know my love's forever. And I say, you say, you stay just one more day.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画的一些东西，也是尝试的一些新的画的种类，和就是一次尝新的一个分享吧。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这些的话，也可以去试着做一些。然后最近在家也比较无聊，所以就是开始就是想要画一些新的东西。那我先从油画棒说起吧。就之前关注我的小伙伴应该知道我有去购买油画棒，然后先分享一下我买的几个材料吧，去就画油画棒。那第一个呢，是首先是它的这个颜料啊，它就是一个软性的油画棒，然后我呢是在亚马逊上买的，然后买的是这个。但是如果国内的小朋友应该有更多的选择，这是我在亚马逊上看到好评比较多的一个，然后是叫这个名字，然后是一个36色的。讲真，我从来没有买过36色的颜料，就是我最多也就是24色，然后剩下都是旅行装携带的，可能就18色呀之类，12色。然后这个是主要的颜色，其实大体来说，我觉得画一些物体的话完全是够用的，但颜色的饱和度呢相对比较高。但还是有几个颜色，就是其实你看这就很像莫兰迪的那个颜色，有几个颜色还是很好用，然后颜色也，就感觉这一套就特别莫兰迪，你知道吗？然后这个还其实画出来还挺有感觉的，我还挺喜欢个别的颜色，但有的的确是饱和度比较高，然后调的不好的话会容易显得比较脏。然后如果大家想画油画棒，我真的就是我看到很就是发现白色真的是用的最快的一个，因为它经常可能混色啊，或者是就是经常会画白油呀，其实会用到很多白色。然后可以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个是一个差不多没有怎么用的，然后这个我可能才画了不到十幅吧，就感觉三分之一就没了。然后感觉如果白色真的是要多备一点。然后这个是颜料，我觉得比较就是我看到淘宝上应该有非常多的选择，然后我看到有人就是专门买那种莫兰迪色啊，或者是就不同种的色系甚至都有，就很羡慕淘宝有很多选择。然后这个是我现在最好的选择了，是一个36色的，但用了使用感觉还不错。然后呢，这个底下的这个呢，就是我画的这个纸，我当时去搜的时候他说这是专门画这种油画棒的纸，但是我看到很多人其实是在水彩纸上啊，或者很多硬卡纸上就可以画，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这个纸比较好，它也是平价标，它比较好的呢就是它有很多个颜色，其实还挺好看的，就画出来。对然后就是白色的，我一般就是裁纸刀会裁成小块去画，然后我觉得纸其实选择会比较多，就硬卡纸我觉得画出来就很像就明信片也可以，就是也觉得很好。然后有一个东西是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它这个是一个底板，其实它是个材质的一个叫什么 cutting board， 就是一个材质板，然后就很尴尬，我的这个我其实尺寸买的有点小，你看纸这么大，这个这么小，所以我只能把纸裁小一点。然后因为油画棒它经常会，你看到这我已经被我画的就是有一点，就很不太好擦干净。就如果是白色的桌子上的话，经常容易留痕迹，所以很建议大家也入一个这种，尽量买一个大一点的，对，这样子的就做底下的一个叫垫板吧，就不会弄到桌子上很脏。然后呢，纸胶带也是一个必需品，其实我觉得跟水彩纸胶带一样就好，主要是就是用来固定在这个上面，然后也是留下一个比较好看的边。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刮刀，这个刮刀呢其实是我画水彩的时候买的，但是我看到我接触到这个以后发现其实它有不同型号的刮刀，什么大中小号、尖头、宽头的，那我这个应该就属于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中等型号的刮刀吧。就刮刀一般是可以去就是平抹，就是比如说平把颜色混色混开，就是尤其是画天空的时候蓝色跟白色去进行一个混就是混色。
然后或者是就比较细头的尖刀那个刮刀的话呢，是可以直接用眼刀进行一些堆呀怼呀，然后就是画一些很立体的花纹之类的，就用起来比较局限，但是也是可以用的。然后这是这纸和纸其实就差不多了，我感觉有了颜料纸和这个板子，我觉得就是其实是可以开始的。那可能再接下来就是一些小工具，比如说我也去购买了高光笔，就可能在画画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画钢笔蛋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个高光笔，然后买了三支。然后我觉得还比较推荐大家去用的是，就单纯画的时候呢，其实这是我刚画完的时候，就是可以戴一个手套。我之前的时候让我朋友在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这边买不到手套，我之前让我朋友从国内给我寄的这个手套，我觉得这个戴上以后就不会把你的手弄得特别脏。然后对，这是我觉得这几个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开始了。然后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开始以后尝试的一些小的画作，就我觉得还蛮好玩的，而且玩这个很解压很上瘾，所以还蛮推荐的。然后呢就很多画，这是我画的第一幅，就是感觉你看这个画起来就很明显，就有一点就是比较像油画的感觉吧，风格上的差距还是蛮大的。然后这个呢，这些图呢有的是我在 ins 上找到的一些图，就是临摹画的，然后有是在小红书上找到的。然后这个感觉就是，就我之前说的，就是可能我会先用一层蓝色进行一层打底，然后再用白色进行混色，然后可以看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白色用的这么快的原因。对，这是画的第一幅。然后这一幅，就这两幅其实就比较明显的，就是你看这一幅呢，我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蓝色，其实我的原来的蓝色都是这样子蓝色，但这一幅呢可能就是试着把饱和度降低一点，所以就混了很多灰色和白色。那这一幅的话就是饱和度是非常高的，就感觉其实饱和度很高，看起来也很好看。然后可以看到我在这用白色搓了很多就比较立体的云彩。然后呢接下来这一幅，这一个冰淇淋，这个原图呢是我在小红书上找到的，原图真的很好看，就它的冰淇淋是非常非常立体的。就我这个就我也因为我也在学嘛，所以我这个立体的就比较尴尬，那原图真的非常好看。然后我也很想能画一个那种非常立体的冰淇淋，感觉就不会特别像便便了。然后接下来这一幅就感觉有点小清新，我觉得特别符合，就当时就天气特别好，就觉得说我要画一幅这样子的。然后我觉得这个配色也很好看，就是一个这种绿色和紫色的配色，对，很有春天的感觉。然后呢接下来这一幅是我搞了很久，就这也是在小红书上看到的，就是其实我很费，就是我手上经常容易沾到，所以就容易把这个边上弄花，是就感觉对以后得注意一点。然后这个呢是也是在小红书上学的一个方法，就是把就是在那个纸上先厚涂一层，然后拿刮刀刮下来的，就是刮成这种比较立体的花。但是我刮的也不是很成功，所以先凑合，就是练习做，凑合着看。然后呢这两个是我今天这周周末画的一幅，这个和一幅这个小花，感觉也是完全不同的风格。这个可能就比如说之前画的呢，可能更偏于就是涂，就是整个平铺整个颜色，用颜色来拼。这个呢可能就比较细节一点，但也画的就有一种小学生简笔画的感觉，但莫名就还蛮有感觉的。可能是因为本身油画的这个质地和它就是颜色混合的时候造成的这种效果吧。所以这个就是我油画的一些东西。然后接下来呢就我也去，这也是我最近从亚马逊上买的一个本子。然后呢它是一个皮质的本子，说是一个皮质的本子，然后里面的纸张呢是有点像这种 vintage 比较复古的这种感觉。然后当时看到说这个纸呢是适合可以画各种画，你可以画钢笔蛋彩呀、水彩呀都比较好。因为之前我也有试图做过手账，但是就可能那个纸是很普通的纸，就是上完水彩以后就会纸面就会泡泡的，但是这个就完全不会，因为我已经试画了几张，我觉得效果真的蛮好的。就如果有小伙伴也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把这个链接放到下面。但我觉得国内应该有很多选择，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很相似的这种选择。那就开始，我最近就开始画了一些这种手账小的东西，有的没的的。
第一幅是就我试图想画在上面画的油画棒，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这是我画的一个侧纸，就当时这边侧纸真的非常紧缺，当时买到侧纸以后觉得特别开心，觉得自己特别富有，然后就当时就画了一个这个。然后这个呢就是我画的一个我自己做手冲的一个步骤，然后这手冲壶，然后这怎么折滤纸，然后最后把咖啡倒过来。然后这个之前视频有提过，这个是我特别喜欢喝的一个 oat milk 的一个 logo， 我觉得特别可爱。对，其实对，就是这个，但是画的有点不像，就感觉像肥胖版它。然后我还特别喜欢这个盒子，于是我把它就废物利用了一下，剪了一下，做了个垃圾桶。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如果在上面涂水彩的话，就是它的纸面是完全不会抛的，非常平整。你看到后面也不会渗，然后也不会抛，这真的让我觉得很惊喜，所以真的很推荐。如果大家想做水彩手账的话，这个就是随便试了几个玩的东西。这个呢就是画了一些早餐，这是牛油果吐司，这随便画了几个酒的种类。然后这一幅呢是，这是我的 Google Home， 我就把它挂在了这里。这是我很喜欢听的一首歌。这个之前就是我可能看过我视频，画视频的小伙伴对这个图有印象，就我又重新画了一遍，然后在这上面，然后这个是我们附近的一个类似一个公园吧，最近也关了，因为疫情的原因。真的很想去，这是我照了一个照片画的。然后这个呢，这上面是个 pancake， 真的自从疫情开始以后就超迷做 pancake， 我想做那种鼓鼓圆圆的。这是买的花，前面订了一个向日葵，然后订了一些鲜切花。然后这个呢是，对，我还买了一盆绿萝，据说绿萝很好养，所以我就自己在这边记了一些 tips， 就是如何能够把绿萝养好，希望它不要死。然后这个呢是多伦多附近的一个景点，然后人应该比较少，我自己很想去的地方在这里。然后这个是随便画的，就脸没有画好，所以我把它涂黑了，就感觉说这个我80%时间躺在床上玩手机了。然后这个呢是我最近莫名就也有点入 baking 的，就烘焙的坑，然后在这烤饼干什么的。但你知道现在这是 baking soda， 然后这是面粉，这两个真的超难买，已经成为寄卫生纸后第二个断货王了。第三个呢是我就在，就也是跟四月总结有关吧，我想说就自己四月是怎么，就是在家里这么多时间是怎么去就是继续去去做一些东西的。然后第一个可能就是录视频，所以可以看到我最近的视频真的录的比平时多很多。就是尝试新的画画的，然后画了自己买的这个油画棒，然后还有就是 DIY 一些东西。这是我 DIY 的，就是其实就是把纸巾盒，就做了一个纸巾盒，因为觉得会比较好看一点。对，然后我还有 DIY 一些收纳盒之类的，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在整个一个家的时候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差不多我最近在干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对，然后这个本子上我也有画一些，也应该有抛到那个动态里，就是有画一些这种小插画之类的。总之就是我最近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大家有没有最近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呢？欢迎分享给我。那我们下次见喽。Afraid, 'cause soon this storm will pass. Storm, soon this storm will pass.